文，我是 Cherry 馮凱琪，我是 Chevy 邱美薇，我是 E 級嘉賓 Eddie。 所以呢就請了這個 E 級嘉賓上來這個 EETV 了，好耶，歡迎曬，謝謝曬，是咯，阿李宇陽哥哥是怎樣，邱美薇笑為什麼會這樣是那你介紹一下自己先吧，大家不太清楚的話，我叫李宇陽，35歲未結婚，咦，變咗上嚟徵婚，係有冇好女仔？誒大把啦，除咗我哋兩個係咪啊？我哋呢兩個唔係咁好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呢兩個唔係淨係 C 級咁簡單。冇錯。我懷疑你有夠唔夠 C 級啊？喂，搞錯啊！係啊，咁樣好尷尬啊嘛。唔緊要啊，我哋節目之後先至 show 俾你睇。多謝他立刻睜眼，他立刻睜眼，你昨天不是這樣的，不是，我昨天很正經啊，都我沒你們昨天去過哪裡？其實我們昨天就去了一個 I1 的世界級的拳賽，泰拳的，是的，講打泰拳的，那他就剛好就坐了我旁邊了，那咦，有個帥哥坐我旁邊，那當然要拍一張照片，怎知道張照片出來呢，咦，迷了這樣，但其實他說，他昨晚他是沒有喝酒的，是他天生一雙電眼，所以他很低調，不是，我的眼睛小而已，微起咯，不想的。但是你最近演藝方面有什麼工作呢？剛剛幫港台拍完警訊一套毒蘋果的入微電影。你肯定是做毒販啦。是啊，真的啊，因為你的樣子咯。我肥肥了那麼多，哪有像毒販，那些毒販不是很瘦的。不是的，你做莊家那個嘛，拆家那些就是，是嗎？我不懂的，我沒有接觸這些東西。我也不懂的。只有我做的東西我不行的。那你平日演戲的時候多數演中還是奸的角色多呢？中奸都有的。中奸。中和奸都有的，不是中奸。即是警察啊，很多很多制服級政府部門我都做過，除了海關和入境，即是警察啊，消防，消防啊，還有什麼，就是制服的，制服有啊，懲教護，還有還有阿酷摩那些，哦，飛機師，那些不是政府的嘛，是喎，但係制服我講緊，我心咗跳咗啦已經係。咁你中意演中多啲定奸多啲咧？其實梗係奸啦，奸嘅角色係發揮比較多啲嘅，即係你除非你係做石堅嗰啲一下出嚟，俾人聽你係奸嘅個自作咗喺度啫。但係其實你一個奸嘅角色，你唔會覺得自己係奸嘅嘛。你做嘅嘢，你其實你自己本身都好奸嘅，理所當然噶嘛，你係覺得。喺度抽水嘅啫，咁所以你又要俾觀眾覺得你奸，但你又要說服到自己，我做呢啲嘢合適合理。但你會唔會覺得一個中嘅角色會令到觀眾喜歡你多啲咧？唔係嘅，你睇下，即係你睇啲歷史咧，即係都係奸嘅角色咧，會比較容易。令人記得出嚟多啲嘅。其實阿宇陽唔需要奸又好，忠又好，或者好人又好，因為佢咧憑一個樣啊，個高度已經殺曬嘅啦。真係多謝曬你，突然之間對我咁好啊！啲機受咗藥機啊嘛，係啊，係咯。咁講翻因為其實最近都好多啲 artist 都又開始自己創業啊咁樣。咁你又目前又？開始又做緊一啲小生意啦，咁不如講下點解你會選擇去賣雞咧，去做雞咧？其實咧雞嚟講咧，就自古以嚟咧，你睇翻歷史咧，係有中國人嘅地方咧，仲對雞咧都係有需求嘅。我估到唔係啲乜嘢正經嘅答案㗎，我你係偏歪咗嘅。哦，即係我諗錯咗，sorry。即係由你由細到大咧，你過時過節啦，拜神都要雞啦。係喎，咁所以即尤其是係東南廣東省沿海呢邊，對雞係個需求係好大嘅。咁係本身你中意食雞，中意整嘢食定？我都中意雞㗎，係啊，食佢係中意雞，但係中意煮嘢食係嘛？即係中意雞唔係中意煮嘢食，煮嘢食都得，煮嘢食都得，係啊。咁係好多菜式都識啊，定係普通家常便飯？難到我咯！我試過
煮11個人份量嘅餸。咁厲害，原來係好嘅住家男人嚟嘅。喂，呢個得㗎，單身。而家唔得啊！而家好忙啊，即係做雞都冇時間。點解唔做埋鴨啊？因為咩？唔係慢慢嚟嘅，我覺得即係要做好一樣先至可以去第二樣嘅，你唔可以。第一樣都未做好，你就要跳 step 去做其他好多嘢。嗯，咁啊啱。其實喺演藝方面都係同樣道理啫。係啦，講到做雞啦，阿宇陽，今日你係咪帶咗自家嘅雞嚟先？係啊，我帶咗我自己嘅雞嚟俾兩位品評一下。耶！哇，我真係好期待。好啦，咁陣間事不宜遲，就要等阿宇陽去示範點樣去教大家做雞啦。係啦，宇陽啊，咁你今日你就帶咗你個寶貝雞上嚟啦，係啦，自己嘅雞，係啦，咁樣咧，我想問，其實一買嘅時候就已經係斬咗件啦，定係熟咗噶啦，定點樣？唔係生嘅，咁我哋就有兩種，就有半隻就碎咗嘅，就有一完隻就係要需要自己斬嘅。嗯嗯。咁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一定要擺喺冰櫃，買咗翻嚟就唔需要解凍嘅隻雞完全。嗯。咁煮法好簡單，咁應該你兩個都可以應付得到嘅。咁就首先啊煲滾一煲水。係。咁跟住咧先至喺個冰櫃度拎隻雞出嚟啦。係。而家就。其實個做法是唔識煮嘢食嘅都識㗎啦。係啦，其實咧好簡單。呢個就係個賣點啦。點咗之後咧，你就嗱見到水滾啦，水滾啦，可以倒落去啦。嗯，即係唔使洗㗎。咁完全唔需要解凍嘅成分。唔使㗎。哦，咁又雞都凍㗎嘛，擺落去啲水就凍咗咯喎。咁你就冚翻個蓋，唔使熄火，就等佢再翻滾翻。翻滾翻嘅時候咧，就熄火等10分鐘就可以啦。嗯，咁而家係咩口味啊？依家係其實買翻嚟嗰時係佢本身佢係冇調味乜都冇嘅。冇㗎。即係要自己落嘅。冇任何調味嘅。咁你陣間咧可能落翻幾粒鹽，嗯，即係調調翻啲味，就已經夠㗎啦。OK， 好。大概要等。你要等佢翻滾翻啦。水滾就得啲時間。通常正常嚟講要等幾耐？如果半隻嘅話咧，最由你擺個煲落去，等佢水滾，到完成曬成個步驟，食得應該30分鐘。我30分鐘，嗯，其實都算快嘅。快呢個因為最簡單嘅做法。嗯。咁我哋平時我哋食得多嘅鹽焗雞啊、炸子雞啊，哇！原味雞我真係未試過，其實我都想試一下。咧你通常會係建議啲人點樣去整呢個原味雞嘅？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就咁烚就可以吃得出現有雞的鮮味。咁而家頭先水滾翻啦，咁熄咗火之後咧，咁只要係落翻幾粒鹽去釣下味咧，咁就已經係足夠。嗯，係啦。咁其實點解叫做原味雞呢？你都係我見你都係喺個冰箱度攞出嚟啫嘛，同一般嘅急凍嘅雞有咩分別呢？其實因為雞咧，佢嘅雞肉本身係比較含有豐富的蛋白質，咁啊佢個雞肉咧其實係有一個叫做黃金四小時嘅，即係等於好似救人一樣有黃金四小時嘅。咁如果你買一隻新鮮雞咧，你就算你唔煮佢擺屋企，你擺四個鐘頭咧，咁你同普通買一隻冰鮮雞咧係冇分別嘅。咁我哋呢只雞點解咁特別係可以食得出原有嘅鮮味，而係佢令到只雞係冇蒜味呢？因為佢劏頸放血打毛。到雪到零下65度咧，係45分鐘之內。咁就因為雪到佢零下65度，咁就可以冰封咗個細胞，即係佢只雞死咗，但係個細胞就未死，保存佢完好無缺。咁個細胞唔爆破就冇乳酸走出嚟咧，咁就唔會影響到個雞嘅肉質同埋佢嘅唔會煮出嚟霉嘅，同埋冇雞味。明白。而家夠鐘啦，夠鐘啦，就可以撈起啲雞啦。咁曬到咧就都有啲好黃嘅啲雞油，係啊，咁呢只就三黃雞嚟。哇，其實嗰啲雞油
即係呢一缸水其實都可以攞嚟熬湯。其實咧，如果原隻嗰啲咧，你浸完出嚟咧，嗰烹就係雞湯嚟嘅。咁啊，因為依家啲水可能比較多咧，同埋得半隻雞咧，咁嗰個味咧就冇咁重。咁但係你聞到啲味咧，都係好香好重嘅。其實係咯，而家個我都聞到嗰個味咧，同即係嗰啲新鮮雞嗰啲味咧一樣。不如我幫你啦。唔係，頭先我因為嗰個有個叉位。因為呢個撈呢個係比較得意。吃力啲。有兩隻角嘅。應該就冇啦，係啦，撈起曬啦。好，咁、okay, 可以攞出去同埋你另外嗰個C級。好。哇！好香啊，好心急想食。哈哈哈！聰明的我咧，一早就已經喺度等食啦。呢、這個好美味的原味雞就已經喺我哋面前啦。咁、就想問一下宇陽咧，除咗呢個本地雞之外咧，你仲有冇其他嘅選擇㗎？唔係，其實我哋啲雞咧，都係喺東莞個雞場嘅。咁、佢就唔係好似你啲雞棚咁樣咧，就全部運曬個雞籠度，跟住淨係可以伸個頭出嚟。即走地雞嚟嘅。係啊，走地嘅全部都。咁、所以咧，佢哋睇真可以試下啲骨咧。係同你普通平時食開嗰啲咧，係冇咁脆，係硬啲嘅。嗯，應該就會嫩口啲咯，啲肉都會。嫩，同埋會有好有雞味嘅。你最中意試下個雞皮咧，個雞皮係彈性嘅，就唔會係好似你平時食開嗰啲爛嘅。好，不如試下啦。好啊。試下有皮嘅要係咪啊？係啦。你好大嚿添。好大嚿喎，但係。好，唔客氣啦。好，唔好客氣。哇！我見到是好金黃啊，其實係啊，因為呢啲係三黃雞嚟嘅，所以本身啲皮咧都係比較黃啲噶。嗯，但係其實除咗佢呢個三黃雞之外，仲有冇其他選擇㗎？其實清遠雞都有，文昌雞，即係好多雞種我哋都有嘅。嗯，不過係即係三黃雞比較適合香港嘅口味，所以就做咗三黃雞先。哦。我啱啱試咗雞皮，啲雞皮真係好好彈牙喎。其實個肉質都好嫩，真係保持住嗰、那個原味雞嗰、那個味道咯。同埋真係淨係落咗少少鹽去調味，就已經很好味咯喎。係啊，因為落咗幾粒鹽咧，更加係調咗個雞味出嚟嘛。所以其實呢一個原味雞其實係好適合一啲。平時好少煮嘢食啊嘅朋友啊，或者貪方便啊，因為真係好方便啊。因為你煲滾滾水，你擺落去就得啦嘛。但我個問題想問啊，咁你半隻雞一包，咁佢入邊係邊一半啊？係好運氣嚟㗎？點樣運氣啊？即係你要上半身定下半身定係個頭定？唔係，雞係左右一半嘅，唔會分頭你嘅。我以為係上下。其實佢問呢個問題都好正常，因為咧你買嘅時候係包裝咗噶嘛，咁你包裝咗嘅時候，我點知道究竟係一雞頭定雞尾啊？係啦，冇錯。唔係嘅，買雞其實你去開街市買雞都係左右一邊㗎。其實我哋都係從一啲。一般的家庭主婦啊，好少買餸嘅嘅朋友嘅角度去問呢個問題啫。唔係平日買嗰啲包裝好嘅嘛，同埋好少買成隻，通常都中意買雞髀肉多啲。因為你包起咗，你唔會睇到，起碼我冇得摸揀啦。你喺啲凍肉鋪嘅時候都會睇到啊，一隻咁樣原隻咁樣啊，半隻啊，都睇到究竟係邊一忽啊嘛。好，咁非常之多謝啊！宇陽哥哥，喂，唔好客氣啦。教我哋點樣去做雞，可以有幸同到兩位一齊試我只雞。我希望有機會喺呢一個節目咧，我哋煮翻俾大家食。好啦，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咁宇陽，我知道你準備咗啲嘢送俾我哋觀眾喎。係啊，我準備咗啲 C 級嘅優惠咧，係送俾觀眾朋友們嘅。嗯。想快啲攞到我哋呢啲 C 級優惠咧，咁就記得留意我哋 EETV 嘅 Facebook page 啦。咁就要快啲上去我哋個 Facebook page 啦。拜拜。拜拜。請留意 EETV C 級聯盟，有我白健欣做嘉賓。